尸首上有余温，提高警惕。 通道狭窄，尚能行走，似乎可先伸出牢房。感谢几位圣主。 小女姓甄名福，她不过一心想要保护小女，多有冒犯，还请恕罪。张长侍抓不对其不满之人，在这地下将他们的气夺走。 若非有紫白蛇相护，小女只怕……请问几位壮士是？莫非是袁将军？那位将星闪烁之人？没想到竟会在此遇见您。没错，在下正是袁绍，形象上是如此显示的。 远处，甄小姐就交由你护送了，总不能带上她一起吧？尔等可千万别掉以轻心了。